眼下，黑龙江的玉米和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了尾声。在齐齐哈尔市伊安县，今年当地应用无膜浅埋滴灌、水肥一体化、大垄密植等技术提高玉米产量。它的特点是滴水流量小，可以精确控水，随时施肥，采用大垄双垄合理密植，提高粮食单产。